所以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平安。詹牧师好，平安。詹牧师好，弟兄姐妹好。对对对对对。哇，各位，看到你们很喜乐。对对对对对。感谢主。好，我们请詹牧师为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好不好？好，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个时刻，我们围着这个平台，我们感恩主啊，我们愿意把今天晚上所有上线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网络、他们的电脑或者手提电话，主啊请音响，我们祷告，主你的宝血都要遮盖。尤其是我们每一个有服侍你的，我们把林牧师、把冯牧师都交托，你要透过这个，还有 Jacqueline 吹号角，我们弹琴，我们敬拜，都有主你特别的恩宠、恩高在我们身上啊。尤其是你的孩子林国良牧师，他要分享你的话，宣告你的话，我祷告你的话出去，绝不突然返回。我们愿意把整个的这个平台，今天晚上在一起的时间完全交托圣灵，你很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感应你的同在，领受你要给我们的恩膏、恩赐、话语跟一切的好处。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请我们的 Sister Jacqueline 来为我们吹这个号角。是是是，号角从马来西亚那边出来。阿门。沙老远，这是你回礼。哈利路亚，谢谢，感谢主哦。我们吹这个号角就代表得胜，阿门吗？好，所有的黑暗权势都要离去，不能够传在我们的家里。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呢一起来用方言来祷告，一起来。Yeah.
尊荣他的时候，来唱诗敬拜他的时候，哦，圣灵要将神的旨意、神的意思放在我们的心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要得益处了，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哈利路亚。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拜的时候，天父一直在看着我们，感谢主，天使天君也是围绕在那个天上啊，就是在那天上的时候等待，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跳舞。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圣经也说，我们要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要用诗章，我们要用颂词，我们要用灵歌。我们彼此教导，我们互相劝诫，心被恩感，让我们歌颂神。哦，是的，说方言的，就是要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或者是说说预言的，乃是要造就教会。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平台里面，让我们大胆地说出神在你们摆在心里面的预言，你们要大声地说出来，大声地宣告，因为这个是5782年，5782年就是宣告的一年。哈利路亚，宣告带着能力，哈利路亚，宣告带着突破，哈利路亚。今天呢，我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个线上里头呢，当我们大胆地传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每个生命里面就要反转过来啦。哈利路亚。在天上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呢，就会掳掠仇敌。哈利路亚！当他掳掠仇敌过后，会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我们说阿门，阿门，阿门。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哈利路亚，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我鼓励大家来开声，我鼓励大家开声。
次的恳求，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所说的方言，主啊，你将这恩赐给我们，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呢能够翻他们自己的方言，当他们用口来祷告的时候，用灵歌来唱诗的时候，主啊，你就将这翻方言的恩赐就赐给他们，哈利路亚，让他们的心里明白过来，他们自己说的方言是在诉说神的奥秘，哈利路亚。我们知道呢，当我们在说方言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不只是可以说出神的奥秘，最基本的圣经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就是在用我们的方言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方言来赞美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因为神是灵，所以呢，我们敬拜他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就是要用我们的灵里面的灵来跟他一起沟通，让我们呢能够以心与心相连，深渊与深渊相连。哈利路亚，那是一个美事，哈利路亚。主啊，在你的宝座前，天使比聚集也一起来赞美你，是我们将荣耀归于你，哈利路亚，让万国万口万邦，主啊，让我们穿着这洁白的衣裳，让我们前来向主高歌歌唱，哈利路亚，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赞美，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赞美，让我们更多的渴慕，更多的敬身，更多的渴慕，更多更多的渴慕，耶、yes, 更多的渴慕，是的，是的，更多的渴慕，就让圣灵来充满你，让圣灵来充满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拉巴基亚玛拉巴拉拉拉拉玛索利亚拉巴西亚内。虽然只是一个啦啦啦，只是一个噜噜噜，但是呢，每个啦啦啦，每个音符都带着神的能力，因为呢，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在意识里面。我们明白，我们不是昏昏沉沉的，乃是很清楚的。虽然灵力已经在上面，但是呢，在地上我们才在做新的事情。哈利路亚，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哈利路亚。所以要大胆、大胆、大胆的一起来，大胆的一起来，大胆的一起来说方言，来唱灵歌。现在呢，我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是呢，圣灵要在你的家动工。Amen. 他要做什么的工作？很清楚的，他现在呢要改变你家的氛围。哈利路亚！所以现在你们要闭着眼睛，专注在圣灵里头，专注在他的恩膏里头，然后也专注在你的周围、你的氛围、家里的氛围，就是你敬拜的氛围里头。有没有凉凉的风在吹呢？或者是热热的火在降下呢？或者是你觉得有油膏油要在你的头上滴下来呢？在你的手滴下来呢？哈利路亚！还是呢，它有酒的香味呢？我们要学习，
我们不要只是一个 blur blur 的敬拜，我们是要一个很清楚的敬拜，知道有一个方向的敬拜，哈利路亚，这样的你的生命就会不同了，哈利路亚， yes， 你的生命就会不同了，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了。当你唱着唱的时候呢，你将问圣灵，圣灵啊，我现在的氛围，你改变我的氛围，你将我的灵力提升，将我的灵力转变，就知道神来了，圣灵来了，哈利路亚。哦利亚拉巴基亚拉巴拉拉巴索拉拉拉巴西亚耶耶拉。这个平台是很特别的，就好像詹姆斯所说的，这个平台是一个教导的平台。这是个神的平台，上帝的平台。弟兄姐妹，我祷告你将你的心敞开，将眼睛明亮起来，将耳朵开起来，将心打开，让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做其他的工作，让圣灵亲自的来教你，明白氛围，明白转变，明白更新，明白圣灵要在你生命要做的事情，哈利路亚。因为在神的宝座前，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来服侍我们，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软弱的，软弱的人就要天使更多的话语，天使的帮助，这样呢，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就会走得安安稳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Amen。 在你的宝座前，天使聚集赞美，荣耀永远属于洁白衣裳，我们前来向主歌唱。在你的宝座前，
向主歌唱。Yeah.
上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全部到天上去，就是好像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敬拜的声音啊，会到天堂去。然后呢，天堂已经满了了，那天堂就打开哦，那祝福就降下来，恩雨啊，金粉啊，祝福啊，荣耀啊，供应啊，全部都降下来。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不要看它小小，这简单简单。在你家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当你把那个声音唱出来的时候，你的声音会到天堂去，然后天堂会打开，你所领受的都是神给你的祝福，神给你的供应，阿们吗？哈利路亚！所以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也鼓励大家能够一起的敬拜，好不好？感谢主，哈利路亚！让我们敬。知道你就在这里，你就在这里，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心一意，口唱心和来颂赞，将我们自己的全人献上，让每一次的祈福敬拜是一个不一样的敬拜，是个圣灵工作的敬拜，是个赞美耶稣的敬拜，是在天上的敬拜，哈利路亚。因为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吗？天上的荣耀，这荣耀的领域，这荣耀的天会打开，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有没有很清楚的明白？当我们呢在尽心尽意敬拜的时候，你知道那光圈就在你的头上，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光圈就在我们的头上，哈利路亚。这光圈呢，就是让你的灵里跟圣灵、跟阿爸天父的灵里相通，与天连线。哈利路亚！你要知道你的头上是有光圈的，所以有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头上有热热的感觉，因为你的光圈为你而开。哈利路亚！圣灵。进入到神的宝座那里去，所以我们灵里面要领受，我们属灵的眼睛要看见，我们全部的这个感官要注视在圣灵要做的工作里头。我们不要想东，不要想西，不要想左，不要想右，因为圣经说有一个声音在你背后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哈利路亚！是的，让圣灵来引领你。哦，不要说不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经历。主啊，我为我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让他们在2022年里面。
经历不一样的敬拜，哈利路亚。这个敬拜是提升的敬拜，哈利路亚，是可以知觉的，是可以先知也可以先觉的敬拜，哈利路亚。阿门。是可以先知也可以先觉的敬拜，哈利路亚。可以知道也可以感觉到的敬拜。而且我常常说，这恩膏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Thank you.
时候呢，你们用方言用这个调子来唱，充满 Korea 的吧。东西我看见就是在你那个 shield of faith、啊、就是那个信心那个 shield of faith、啊、你好像、啊、有一点困难把它拿上来讲、哦、我感觉到天父要你知道、哦、当你无论在哪一个方向祷告也好、哦、跟为弟兄姐妹祷告也或者为自己祷告家庭祷告，但是你必须要把这个信心带起来、啊、因为这个信心很重要、哦、如果你这个信心少了、哦，魔鬼很容易攻击你，攻击你的时候、啊、会 令你感觉到、啊、你没有把握，你祷告好像你不相信这样，没有把握。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把这个 shield of faith 拿上来，信心的盾牌、啊、信心的盾牌拿上来、哦、要 来顶住那个仇敌的那个剑、啊、仇敌的剑来的时候，你拿那个盾牌
拿上来就能够攻击他们，不要给他影响到你的想法。当仇敌来到你的思想里面影响到你的时候，你整个信心会掉下来，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就不会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哦，感谢主。那这位姐妹穿红衣服的C 姐妹是吗？ C 姐妹 Catherine 你在啊？对对对，你在，你的手举着来。当你敬拜天父的时候呢，我看见呢，在异象中我看见了，就是好像有这个恩雨，但是这个恩雨不是普通的雨，这个恩雨就是在属灵中的恩雨。这个恩雨呢，就是每一粒雨里面呢都有一点一点的金粉。那么这个雨降下来的时候它不是在地下就不见掉在你的周围当它碰到你的时候，我感觉到你整身呢都会一点一点这样亮起来这好像代表神的荣耀就是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所以感谢主，当你敬拜天父的时候，天父供应你更多更多的这个经历给你欣赏欣赏就是有天父荣耀降下来围绕着你，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你已经领受到，你也知道天父一直在你同在。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那这位姐妹Grace Yet 是吗？Grace Yet， 来，你举起手来，哈利路亚。我看见呢，就是忽然间我看见这个异象，就是在以色列在以色列。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我看见就是，好像你也是在这个地方不知道以前或者以现在或者以后，但是我看你在这个以色列的地方呢，你就走进这个地方，就是那个Garden of Eden 啊，就是伊甸园。对对对，不是 Garden of Eden， Gethsemane 那个 garden， 那你进去那个时候呢，你忽然就会感觉到，哇，原来这个地方是耶稣当时在那个地方也是有祷告也看到那个Elijah 还有那个摩西在天上而且他又跟他的徒弟说你们不要就是简简单单的要继续祷告。不然呢，就是有事情发生都不知道。那么从这个意象中呢，我感觉到天父要跟你讲什么呢？就是说你，要继续要继续的祷告，就好像耶稣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们要继续祷告，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就是感觉到其实不用祷告的，你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个是魔鬼的捉弄魔鬼不要你祷告，他知道你祷告很强你祷告的时候很多事情会发生，很多祝福的东西、医治的东西会彰显在生命中所以你要知道你不要放弃，虽然有时你没有功，有时感觉到软弱，但是你不要紧，祷告不一定是说你要祷告的怎么样，你用方言祷告也是算了。感谢主所以神祝福你，给你更多更多的这个恩膏你祷告的时候就能够得着释放，哈利路亚。Amen。方圆你举起手来，方圆，我感觉到呢，天父今晚要为你说几句话，好不好？我们就从这个异象呢反过去预言，好不好？所以就是方圆呢，我看见天父看在异象里面呢给我看到呢，就是你是一个。很近，就是很a person of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就是你不会很容易很忍耐，你不会很容易放弃的人。当你要做一样事情你一定要把它做得很好，做得完全完美所以我感觉到了天父一直在供应你，给你有同工啦，有朋友啦，有什么东西都需要的，他天父都供应给，因为他知道当你要为天国做事的时候。你会真的很努力很尽力的去做，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有我们智慧的姐妹当你举起手，当你敬拜你祷告的时候，不管是怎么样你的你就是代表耶稣，你就是代表天父把你的就是那个天父的亮光照出来有可能你会遇到那些朋友都没还没有信主，但是从你的生命中他们就会看到原来信耶稣是这么好的。感谢主你就会做一个见证，给大家弟兄姐妹都得着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Praise you Lord, thank you Jesus。Jackie 姐妹 Jackie Jean 姐妹
我看见呢，就是你就是走过一条河，那么河里面呢就是很清楚的，这个河就是很清楚。然后你在那个河的时候，你走，你看见呢，就是在那个河里面呢，那地就是那个bed of the river 哦，那个河的下面呢，你看到有几样东西好像很亮，这样照下来。你一走过，你就没有办法，你的眼就盯住看住那个东西。然后就是忽然间呢，我就感觉到就是天父哦提醒你这个经文了，就是在那个经文里面哦有讲到这个以利沙哦，他就是当时哦，他看见了同工们呢，他的那个 axe 就是那个斧头哦掉下水里面，掉下那个河里面了。然后他们就很怕了，因为斧头就是给他们做生意做工的嘛，对吗？但是那个以利沙就用了一根那个 branch， 他就很容易就把它浮起来。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呢？就是神要跟你说哦，你无论失去了什么东西呢，神都能够带回来，不管是金钱也好，不管是在就是感情也好，神能够把这些好的事情全部回复在你的生命中。虽然在这么多年，有可能你也是缺少了很多，或者有的金钱你不知不觉就不见掉，或者投资啊什么，但是神一直在供应，他能够把这些你所失去的东西全部带回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哦，拉巴西拉巴克拉巴什。还有这位姐妹，叫做新疆什么新疆？新疆姐妹，你听到吗？新疆一新疆。新疆姐妹，听到吗？你举手可以吗？新疆姐妹，你啊，好，感谢主，哈哈，我看到你很喜乐哈，啊，我现在就为你祷告，因为我看到在异象中呢，我看到你就是很坦诚啊，就是你感觉到哦，人家讲你就会信啦，好像圣经哦，人家讲圣经啦，牧师讲道啊，你会信的，你感觉到你比较简单，我感觉到你的这个你的人品很好，你很简单，你不是说很复杂，又没有什么负面呢，就是一直有正面，这个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到神要祝福你，要供应你，因为他要把你带起来。他说你不要只是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做好就开心哦。但是神呢，在天国里面呢，有很多事情要你做，比如去分享神的话语，或者evangelize 或者去为弟兄姐妹祷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做的。所以我感觉到天父一直在供应你，要鼓励你，给你有这个提升啊，就是不要简单的就是说，哎呀，我做到这样就好了。虽然你的人就比较简单一点，但是神看重你啊，他看到你有这个能力。感谢主，神祝福你。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这位姐妹牛 PT 是吗？牛 PT 啊，来举起手来，牛 PT， 哎呀，对对对对，感谢主哦，牛嘛，我是要讲说对吗？嗯，还是牛啊，牛啊，应该是牛是吗？啊，是牛牛牛哦，牛牛啊，牛是吗？我还以为是牛，对对对，啊，牛好好，牛姐妹来举起手来，感谢主。当你举起手的时候呢，我看见了一天使从天上下来哦。那天使下来，他带着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好像一个那个 trumpet 了，这个金色的 trumpet。那么他就把这个 trumpet 交在你手上啊。那么我看见呢，就是天父要跟你说哦，当你敬拜的时候，虽然你能够就是有可能你还没有学到这个吹号角哦，但是这个 trumpet 就是代表怎么样呢？代表你宣告，用你的口都可以宣告，宣告你得胜，宣告仇敌打败了，宣告那些不好的灵全部要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的儿女哦。所以你要有这个把握去宣告。当你宣告的时候，那个
那个力量很强啊，因为你不是只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宣告，你宣告的时候有圣灵 的帮助、哦、有天父的供应，天父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中 会彰显出来，所以你那个宣告的能力是很强的。虽然你有可能在你宣告的时候、平常普通在隔壁的人听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在那个黑暗中、哦、你宣告、啊、黑暗也会破碎。阿们吗？感谢主哈，神祝福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詹牧师，你有没有啊预言呢？要发出预言？感谢主，我们也鼓励，今年是一个配的一年了，就是我们要有这个 prophetic declaration and utterance， 就是有这个限制性的宣告。哈利路亚，我们希望呢在这个平台里面呢会有更多的这些 prophet and prophetess、啊、就是先知、哦、来，我们就是要来就是提升、啊、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哦、就是神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升，因为当我们提升的时候，你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的。哈利路亚、哦、所以呢真的刚才呢我不知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说这个氛围，你们家里的氛围，就是你敬拜的氛围有没有改变了呢？有改变的话呢，你就可以放一个这个手在那边，那我就知道说哦，你们有领受到，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哈利路亚，这个很重要。氛围的转变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哦、就知道说哦，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有时候觉得哇，好像是重重的感觉，然后有些觉得好像有东西抱住你的感觉，那有些呢会感觉到说有热流，有些呢有觉得有风、哦、有油、哦、这些都是这个圣灵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的工作，它的彰显，哇，那是多么喜乐的。哈利路亚，我是很喜欢很喜欢的。尤其是当我进入到那个敬拜室，我感觉那个重量是厚厚浓浓的时候，我每次会跟神说 God I love this presence I love this feeling， you know， 我很喜欢这种的感觉，我要。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轻像风吹，轻轻放乎阮飞。不管天顶遐尼大，不管梦有遐尼大，自由甲自在，天顶的上帝，永远牵阮的根。谢圣灵，是的，爱就好像风一样轻轻地吹过来，就好像圣灵一样环绕着我们，抱着我们的感觉。哈利路亚，爱亲像风吹，轻轻放乎阮飞。不管天顶遐尼宽，不管梦有遐尼大。
是到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就要让神就像绳子一样牵着我们飞，因为那是很重要的。圣灵也会如风带着我们飞，因为当上帝牵着你的线的时候，我们虽然在茫茫的人海中，或者是在困难中，他都会引领你走正确的路，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头，你会得着很多很多的自由，你也不会害怕，因为神是永远眷顾你的神。哈利路亚，阿们。爱情全红翠，轻轻帮我滚堆，不管天天下你多，不管梦无下你多，自由甲自在，天顶的兄弟，永远牵着阮的线，爱情像风吹。主的线若是紧紧的来牵着你的话，我们怎么会迷失呢？哈利路亚，主一生爱你，主一生都会让他的天使陪伴你。哈利路亚，这样我们就不容易迷失方向。相信我们与天连线是很重要的。哈利路亚，就让风轻轻带你吹，轻轻带你飞，飞呀飞，飞呀飞，
灵里的自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利路亚。主啊，这个时候呢，我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来赐福，来祷告。主啊，你将他们身上的这些缠累，主啊，不讨你喜悦的，主啊，或者是还没有勇敢面对你的，今天圣灵娘，你要给他这个刚强壮胆的心。来面对自己，哈利路亚，阿门。来面对自己，带着刚强的心来面对神，哈利路亚。不要觉得自己不配，因为主的线、主的手不是短的，哈利路亚。他必牵着你的手，他必牵着你的手，你的手，你的手。牵着你的手，拉巴西安的，让他牵着你的手。哦哦，呼拉亚拉巴苏拉亚拉巴西安的，呼拉巴基安的。这时候呢，你就让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动工，不要急躁，不要急躁。我们现在在神的水流里头，神的殿里头，在他的亲密住处里头，不要急着出来。你说，主啊，我今天遇见你，主啊，我是有福的人。因为神要牵着你的手，神要擦干你的眼泪，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他要帮助我们勇往直前。主啊，这个时候我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代求。主啊，若我们有意无意的得罪了你，这个时候主啊，你让你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让圣灵洗刷，让他炼净更多的火来燃烧，让这个污秽的完完全全的挪走。哈利路亚， Amen。时间，这个时候花时间在神的里头，哈利路亚，不要急着出来。泪湿了眼眶，无力抵挡，很想心靠却已迷惘。我的世界崩塌，仍旧盼望，是不是我太傻，想要勇敢坚强，突然发现找不到心中的力量。
你身影如曙光，指引方向，一直在我身旁。泪也湿了眼眶，无力抵挡，很想心靠，却已迷惘。世界崩塌，仍旧盼望，是不是我太傻？真的想要勇敢坚强，突然发现找不到心中的力量。你身影却找回我。
有什么的祷告，这个时候呢，你就献上。荣耀归于你，主啊。
天主啊，你来恩膏你自己的仆人林国良牧师，因为他带出你的讯息，主要在这个讯息里头让我们更清楚与你连线。我们这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说阿门。感谢主，感谢耶稣。弟兄姐妹，你们享受吗？这种的敬拜就叫做情以金香炉的敬拜。在5年前，当我们去到美国，开始进入这个就是在那个爱修园那边就是学习了这个情以炉敬拜，然后我们就到处去了台湾，去了澳大利亚到处很多地方啊，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都去过就带领了这个情以炉敬拜。我们感觉到呢，就是在这个情以炉敬拜呢，我们能够带出这个神的荣耀的领域而且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敬拜的时候都得着医治，他们的祷告也能够很简单的献到天堂去。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感谢天父，感谢我们的耶稣能够给我们有这种，还有圣灵给我们有这种充满的能力而且我们也是有今晚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牧者都来参加也是感谢我们的詹牧师，他也是一路在教导帮忙我们领受那个灵火哇，感谢主那个灵火很多降下，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得着很多的祝福。我相信今晚也是很特别的，因为今晚就是我们要宣告一下，要讲一下这关于这个以天连线宣告神的话语。阿门。那么很多弟兄姐妹都问就是说牧师什么是以天连线呢？其实很简单的，很简单的。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体啊。阿门。对吗？都有灵魂体，对吗？我们都有一个灵，这个灵呢，就是一直在跟圣灵沟通。所以我们接受了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位都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么圣灵呢，就是一直一直的每一个时刻跟我们的灵来沟通，对吗？灵沟通以后我们的魂呢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就做出来。感谢主，不管是敬拜也好，祷告也好去帮忙一些人做事情，或者在公司做事情都好，但是每一件事情呢，怎么样属于以天连线，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样东西要做的时候，我们祷告圣灵会感动我们，因为圣灵呢就是一直跟天父沟通啊。天父在哪里呢？天父在天上。阿们吗？所以我们就是说以天连线，就是每一位在这个视频里面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以天连线。但是我们如何知道，如何能够宣告神的话语呢？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带起一些经文来讨论一下。第一，就是我们要了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讲得很清楚，耶稣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了，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能够与天连线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跟耶稣接触了，因为耶稣把他的那个圣灵交换给我们每一位，对吗？你看圣经节里面就是当他回到天堂的时候，他就把圣灵交换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位都能够领受到这个所谓世界的光。其实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世界的光，哇，很好听啊！这首歌是冯牧师所唱的那首歌，感谢主有机会能够唱给你们听。耶稣是谁的一个对对对，所以你看当我们能够知道有光的时候，黑暗就要离去。其实我们很简单的，为什么我们要做，要有圣灵有耶稣？因为我们不要黑暗黑暗一直来捉弄我们那个撒旦那仇敌每次来捉弄我们的家庭，捉我们的儿女，我们什么事情都来搞乱。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有耶稣的同在以天连线的时候，这些黑暗全部都要破除，全部要断开
离去你的家庭，不能够在你的家庭存在，阿们吗？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今晚我们有几样东西要学习，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在这几个经文里面呢学习一点重点了哈。那么在这个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也是讲得很清楚，这个也是很重要哦。他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呐、啊。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再做什么。哇，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每个时刻、每个时间，我们都要跟天父一起啊，来沟通，一起来。所以你今晚呢，在这个短短的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帮我们敬拜我们天父，我们其实已经与天连线了。阿门。阿门。所以很简单的，感谢主。所以有了这些事情呢，我们感觉到了，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习很多东西。就是在今晚简简单单的教导来讲哦，我们都已经学习了很多东西，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有几个重点呢，我是自己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在1999年呢、啊。很久的时候，就是这个1999年对我来讲是很重要一个时刻，因为在这个时间呢，我开始认识圣灵，开始认识圣灵，开始接近，就是这个与天连线的一个经历。那么在那一天呢，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小组里面呢，我们做一个祷告，很简单的祷告。然后这个先知在个小组里面呢，忽然间就发了一个预言给我。我当时我跟你讲，什么是预言，什么是圣灵，什么是医治，这些对这些事情对我来讲啊，是很陌生啊，很少接触这种事情啊。听到人讲到讲那个方言，我都有一点怕了，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自己也不了解。但是在这个时刻呢，我就慢慢接触有圣灵的充满。那么在那个晚上呢，小组的时候，这个先知就发出了这个预言，他说啊，弟兄，今晚呢、啊，耶稣来你的家。哇，你知道啊，我是很坦诚的嘛，对吗？根本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忽然间他这样跟我讲，说耶稣来我的家嘞，我都有一点怕嘞，其实听了有点怕。我说，哎，耶稣来找我做什么？是不是我做错事啊？哇，我就吓得。但是虽然是怕，但是也是有一种渴慕性啊，就是哇，如果耶稣来这很好嘞，我就跟他沟通一下了，我问他以前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我感谢主了。我那当天晚上，我跟你讲啊，回到家里啊，我就很有一点紧张性啊，连睡都不可以睡得很好啊，睡一下又醒一下，睡一下醒。那么他就说。没有说几点来我啊，你起码你说几点来，我可以等那个时间。没有说几点来，就我就一等了，几点开始睡，睡到一点、两点、三点，哇，到那个就是很安静。晚上三点凌晨的时候，忽然间呢、啊，我听见呢、啊，外面屋子外面有人走嘞，那个脚步的声音啊，滴答滴答这样。哎呦，我说真的，我耶稣来了。我很紧张，我就打开门往外面出去，我还是不是还没有睡啊，我就还醒住啊，对吗？精神啊，我走出去，我看看左看右看上上下，没有嘞，看不到耶稣嘞。啊，那天呢，那个晚上呢，我现在还很清楚的记起来哦，就是我看到那个树啊，到处的树都没有风吹我，很安定的。然后忽然间呢，我看到我的车上，我的车就放在我的家外面了。我看到这个符什么？符号。我看到这个符号 symbol。哇，这个符号呢，在我的车上嘞。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来的？我都没有看过。又不是人画的，我画的这么清楚，像个印下去这样。那刚刚这么好，在我的车的上面有一坡那个 miss、啊、
啊，雾水，丢有个雾 水。那么在雾水这中间呢，就有这个印下去了。我看到我很渴慕了，很紧张，什么东西嘞？没有看过，我对这个东西都不知道。然后我就第二天呢，我就很开心的就问我的就是教会的那些比较有这些属灵智慧的比较深一点的了。那么我就找了那个 leader 哦，我就问他，你知道昨晚呢、啊？啊，那个先生不是说有耶稣来，但是我没有看到耶稣嘞。但是在我的车上面呢，为什么有这个符号？符号。哇！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其实耶稣有来。”哎呦，我忽然间紧张起来，为什么呢？他说：“其实这个符号呢，代表金灯塔 ，Golden Lampstand， 对吧？金灯塔。”金灯台。金灯台啊！哇！然后我就很紧张咯，我到处去找经文了，什么是金灯台？我真的当时我都不知道，没有听过这个金灯台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诗篇里面，这个不是诗篇，是这个撒加利亚第四章第二节，他怎么样讲呢？很简单，他说，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哎呦，为什么他知道经文里面知道我看见什么呢？他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啊！哇，金灯台顶上有纯灯啊，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患者。哇，哎，我说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新的事情，好像我忽然间呢发现一件新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我就很渴慕啊。我说这个是什么事情？为什么耶稣来啊都没有跟我讲话，没有牵手，没有跟我握手，就给我看到这个东西嘞？我很紧张，我就问，然后我就继续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在第十节就是讲什么？他说，哎，读一下可以吗？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哦，原来这个金灯塔也是代表神的眼睛，耶和华的眼睛来看住我们呢、啊，看住全地啊！哇，我说原来有这回事。那当时我就是很渴慕，我跟你讲，我到处去寻找，我从整个经文啊，从创世纪到这个启示录啊，一本一本去找这个金灯塔嘞，什么都啊，哇，原来我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原来有这么多讲到这个灯塔了，这个灯台，灯台啊，金灯台，哇，我跟你讲啊，当时我就整个人啊，我在这么多年呢、啊。我连那个金灯台都建起来了，我建了一个很大的，用那个金啊来建，纯金来建。我叫教会弟兄姐妹，哎，你们有没有渴慕心？他们也是渴慕，我就把它照着经文那边多大多少多高啊，去画出来啊，把那个图啊那个蓝图都画出来，叫人家去做了。哇，做出来很感谢主。哇，当时我看到，我说原来啊。这么美，这么漂亮，也是代表我们的天父。那么，过了一段时期哈，在2017那一年，我跟你讲啊，天父确定我所看的事情。在2017，我们去了以色列，去那边呢，又看到这个金灯塔，对吗？金灯台，金灯台。那么在这个金灯台呢后面啊，你看到后面那个墙壁吗？哎呦，也是有那个符号啊，画在那边呢。我说啊，神，这么多年前你给我看到，现在又给我看到，然而是真的吗？我说哎呦，我当时都跪拜在天父面前了，我说神啊，你是真的一直看住这么多年了、啊，我说感谢主。然后我接下来呢，我就原来知道哦，在这个
这个金灯台哦，原来圣经里面也是有讲到哦。其实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关于这个金灯台的哦。那么金灯台其实你如果你看这个图面哦，那金灯台依照那个圣经的讲哦，就是其实哦两边哦有九朵那个almond blossom 嘛。嗯，有那个杏仁的花了。杏仁的花，左边右边都有九个哈。那么上面是七个了，对吗？所以你看呢、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啊，我们学习一样东西呢。我今天就没有时间去讲这么细的关于那个耶稣啊。但是很简单的讲，这个金灯台代表我们的天父，我们的耶稣，哦，来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那个跟能力和祷告的那个信心。所以你看呢、啊，当时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当时他们就是要选哦，谁能够就是代表带领啦，那么他们每一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 staff 杖是吧？杖，对，杖，然后啊，摩西的那个杖啊，忽然间呢、啊。会有生出这个 almond blossom 嘛？你没有看到那一段经文，生出那个 almond blossom， 说这个 almond blossom 呢，就是也是现在在这个金灯台的那个九粒，哦 almond blossom 还有左还有右，所以我看了我说，哎，原来是这样的。那么在那个另外37-39哦，他也是讲到了这个。当时摩西也是领受到神给他的那个要求是怎么样去把这个金灯台做起来，做得很美，多高多长多宽，全部都做得一样的，依照神的话语来做。哇，当时我看到这几个经文呢、啊，我的自己都学习了很多，所以我从这个金灯台，我们也学习到，其实左边或者右边。九个就是代表圣灵的果子。哦，来，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阿门。阿门。你看这个圣灵所给的果子啊，对我们来是很好啊。我上几次都有讲过这个道，关于这种的，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哦，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领受到这个圣灵给我们的果子。所以从这个金灯台里面呢，我就感觉到，哇，圣灵其实跟我们讲哦，耶稣也是给我们讲，我们要有圣灵的果子。然后除了圣灵的果子呢，也是有这个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2-7-9是这么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语言，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啊，还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哥林多前书10:10这么说，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阿门。阿门。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每一个星期，有可能你们其他的弟兄姐妹都有参加其他的聚会或者其他的 Zoom， 我们全部大家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以天连线的这个要得着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对我们生命来讲是很重要。所以我看了这个金灯台金灯台哦，我就感觉到哦，哇，神一直在提醒我们呢、啊，要借助这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牧师们啊，大家都现在都已经开始。就是用这个恩赐哦，不管是医治也好啦，异象也好啦，方言也好，解方言也好啊，或者预言呢、啊，全部都是一样的，对吗？所以感谢主，所以在这个以天连线的这个就怎么样能够用限制的，就是宣告
和天父，在好像在这个先知以这个以西结、来，以西结书是七章一节是这么说的：他带我回到殿门，门殿的门栏下有水往东流，原来殿面是朝东，这水从栏下又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你看，当时呢，这个先知哦，他也是发了这个倚天连线的预言，这个很重要啊。当你看这个预言呢，这个在这个圣经节里面，就是他所发的预言，他说这个圣殿的水啊，从东流出哦，而且也从那个方向，就是东和南边的。你看接下来另外一个经文，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九节是这么说：那时这河流过的地方，所有滋生的动物都可以存活，这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许多鱼，因为这河流到哪里，海水就变淡，一切都可以存活。原来从这个方向啊，这个圣殿所供应的这个圣殿的水啊，这泉源呢流出来的时候，从那个东和东南的方向哦，原来有这个祝福的这个恩典啊。所以你看啊，因为在河流的那一边呢，海水又变甜了。一切都可以，能够有这个活住的那个鱼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所以我感觉到呢，就是不怪得有时他们就问了一些，你的方向啊，好像东南比较好，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也不知道，很多人都是讲，东南好，原来圣经也是这样讲。我说感谢主，这种东西我们都会看得到哦。来，接下来。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十二节，他是这么说：在这河边和那边的岸上，都必有各种果树生长，可做食物。树上的叶子不枯干，果子也不断绝，每月必结出新果子，因为树所需的水是从圣所里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叶子可以治病。阿门。哇。你看呢，当我们能够知道听从天父跟我们圣灵沟通，给我们有这个智慧知识，就是当时这个先知他也是领受到。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神的供应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机会，不管是在做生意也好，你的生命中做什么事情，神一直在供应我们。就是好像经文现在所说的，树啊，到左边右边都生了，有果子啊，叶子，那叶子都能够带起这个医治的医病的能力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来神一直在供应我们。这个经文不是现在写的，很多年前已经写了，所以我们现在拿出来好像又学了一样东西。Amen。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倚天连线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其实啊，在这个圣殿的那个水啊，一直从东南流进来，流到你的家里面，你会看到吗？你会感觉到吗？哈利路亚！现在在你的家里面已经流过了。你要知道，这个是属灵，我们先知属灵的一个智慧知识啊。你跟人家讲啊，有时他们不明白的，好，尤其是那些还没有信主，他哪里知道你讲什么？为什么你有看到水？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个先知都看到，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信心来接受这个祝福啊，这个水现在流过你的家庭，流过你的身边啊，不要说家庭，流过你的身边，就是代表在你的生命中啊，你的机会做生意的机会很好，什么做什么事情的机会很好，那个树啊一直在成长啊。Amen。 那个果子一直在有啊，没有断的，没有说枯干的，没有断绝，一直在生很多很多，而且它的水很多鱼啊，不同的鱼都有哦。
感谢主，有些人有可能 你喜欢吃一点好的鱼，小焖鱼也好了、啊、就感谢主了，就多一点来了，阿们吗？对吗？哦，或者、啊、广东人、啊、他们喜欢吃这个麻油鱼啊，哎呦，感谢主了，多一点来了，好不好？对吗？有鱼，而且、啊、那个叶子啊，那个叶子哦，都可以带出这个医病的能力、啊。哎呦，不怪得我看到很多这些是什么什么 supplement 啊，全部都用不同的叶子来做。啊，以前呢、啊，听说有些人他们，连那个海里面的叶子啊，那个 wix 啊 ，sea wix 啊，他那个都能够啊拿出来做了那个药啊治疗啊，能够身体健康啊。感谢主哦，全。其实呢，天父在这个整个地球啊，都已经造了很多不同的树，很多的叶子，真的真的，你们去如果去检查，你可以看到很多都能够带出这个医病的效果。阿门。哦，感谢主，哈利路亚。我讲到就是比较有一点的 down to earth 了。比较到底到底了吧，感谢主哦，感谢主，讲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的生命的要求。所以你看、啊、在这个诗篇第一章、哦、三节讲得很清楚，他要像一棵树哦，长在溪水旁、啊、在溪水旁，在溪水旁按 时候结果子，枝子也不会干啊、叶子也不枯干、啊、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哦、进都顺利啊、哎呦，感谢主哦，你相信就得着了，就是神给你的祝福啊，阿们。所以我相信在这个2022就是 Hebrews 的5782年、啊、就是我们能够与天连线，阿们吗？ Amen。 能够就是、把这个神的话语宣告出来，怎么样宣告呢？从异象啦，从你的预言啦，对吗？哦，全部都可以宣告出来。所以这个平台呢，我们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包括牧师们，都要时常的宣告这个预言，因为从预言就是宣告神的话语。阿门吗？感谢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知道哦，其实呢，就是主爱西安山门。西安城门，来，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阿们，阿们。诗篇，哦，感谢主。其实天父一直来啊，都很喜欢听到我们敬拜啦。我们因为敬拜呢，就是代表，就是当时你读经文的时候，在那个经文的时候，他就讲到哦，其实神很渴慕这个锡安山，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锡安山呢，我们能够唱啊，能够敬拜。来，我们读下去的经文，诗篇87:6怎么说？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然后87篇7篇是什么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年都在你那里。阿门、啊。今晚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歌唱，有的跳舞。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那个限制性的那个动作，唱歌也好，跳舞也好，其实你已经把那个喜乐的泉源呢带出来了了。Amen。 所以忽然间你会感觉到，为什么每一天每个星期五啊，过了这个清如敬拜，你整个心情很好嘞，很喜乐这样哦，因为你已经把那个喜乐的泉源带出来。Amen。 你一跳舞啊，你又就祷告啊，你又唱歌啊，感谢主哦。现在有时候嘛，你唱的对不对都没有人知道，对吗？没有人去笑你啊，你但是你唱的时候，天父听到，天父也不会说，哎，为什么你唱的这么不好听？没有的，天父说你唱大声一点，阿门吗？阿门、哦。所以你看跳舞也是一样，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视频里面，你跳舞简单的跳舞，我看到很可恶啊。我说哇，这个弟兄姐妹很轻松的，他跳舞跳到啊，整个荣耀降下来。阿门，阿门吗？所有的重担，所有的顾虑啊，全部都不见掉了，对吗？但是我们
人嘛，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压力。那今天有可能你跳了，哇，开心，今晚睡得很好。明天一上班呢，哎呀，又有问题。但是不要紧啊，还有一个下午，哦，还有再来敬拜，每一个星期都有，或者你可以参加其他星期一晚上啊，我们都有啊。啊，你问詹牧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詹牧师和六点到九点是吗？啊，詹牧师带领的，感谢主，又跟那个祷告啊，祷告平台啊，祷告平台，对，祷告平台啊，哇，那个也是有敬拜有赞美啊。所以如果你感觉到星期五不够，星期一都可以来，对，每一天都来。你星期一不够哈，你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有其他的敬拜跳舞都可以参加的啊！我看到啊，有很多弟兄姐妹，你差不多每星期到星期五都看到你的视频，感谢主啊！所以我看你很喜乐，你一定很喜乐的，因为你每一个晚上都接触到这个喜乐的泉源。阿门，哈利路亚。所以你的圣经讲啊，就是有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学会，来我们读一下。上帝的拣选，创世纪二十二章二节这么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我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你知道啊，当时呢，这个亚伯拉罕他也是这样，亚伯拉罕，哦，他也是这样，他也是很渴慕，但是他听到天父，哦，要他的这个以撒的孩子要献给他咧。哇，他你以为他心情很好啊？他心情也是很压力嘞，自己唯一的孩子要献上去嘞，所以他当时也是很注重天父的要求，但是天父是爱他的，天父只是要试探他，看他的看的信心怎么样。哇，当时呢，他也是照样就这样做，做了啊，我跟你讲了，就是他因为做了这件事情啊，就立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接下来看。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永恒主以勒。今日人还说，在永恒主山上必有所顾到的。阿门。哦，原来啊，当时呢，亚伯拉罕在这个摩利城啊，那个地方，那地摩利啊，那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把这个以撒的时候，天父已经跟他立了一个业，这个业呢就是永恒的业。Amen。哇，这个永恒业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会影响到我们呢。哦，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哦。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阿门。阿门。坚不可摧的盟约。阿门。就是当时呢，亚伯拉罕他跟天父哦。有这个就是永恒的一个约哈，我们都得着祝福，英语叫做 the unbroken covenant， 就是这个约是永久永远的，不管你是在现在或者以后，全你的子孙都能够领受到，而且这个祝福呢，不是小小的祝福啊，他说这个祝福就是好像天上的星啊，好像海边的沙，哇，就是很多。感谢主，我们大家举起手来领受啊！这种祝福不谁不要？不断的祝福 ，unbroken covenant， 这个约已经领下来，我们大家跟天父一直在沟通，以天连线的沟通，我们都能够得着祝福。所以主耶稣，你给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拿到这个祝福，这个祝福是永恒的祝福，不断的祝福，一次一次供应的祝福。哦，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我们看到呢，就是不单这个亚伯拉罕呢，你看到在经文里面，连那个大卫他能够也是得着祝福，好不好？那么大卫呢，他怎么祝福呢？除了大卫以外，他的儿子啊，那个Solomon， 然后 Solomon 也得着祝福啊，对吗？有大卫城啊，在如果你们有去以色列啊，有去那个耶路撒冷，你就知道我讲的那个大卫城是很大的地方，很漂亮，很多人去经在那边看了，哦，所以这个大卫也是得着这种的祝福，连他的孩子
他的子孙全部都有得着祝福，包括我们在内。好，我们也是一起的哈。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阿门。那么是所罗门的他的祝福是怎么样呢？他是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一样的哦。你看那个First King 的 chapter 4，他怎么讲？来 ，First King chapter 4 verse 29。列王志下4:29，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所以这个呢，从这个圣经的了解，就是说，当亚伯罕呢得着了这个就是 unbroken covenant 哦，这个永恒的这个约哦，这个祝福呢一直降到这个大卫也得着。大卫的孩子所罗门也得着这种祝福，所以我们大家现在也是有会得着到这个祝福，感谢主嘛。哦，那么我们就是一直要相信，就是我们要敬拜我们的天父。阿门。阿门吗？在诗篇一。篇12:14是这么说：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阿门。所以我们每天每个时刻有机会，一定要继续赞美我们的上帝，赞美我们的天父。阿门吗？其实你更多赞美，更多唱歌啊，他的祝福又更多的降下来，给我们大家领受到。哈利路亚，感谢主。来，接下来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9是这么说：报好信息给西安呐、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呀、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啊、你们的神。阿们。扬声呢就是你唱的时候大声一点，不要急，对吗？有时讲真的我自己也会唱错，但是不要紧啊，你的心天父看到嘛，他是看你的心啊，他不是看你唱的好不好，对吗？但是我们要看对字啦，但是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是用心来唱的。阿们。你不是说唱你我唱的时候我又不知道视频里面谁打开听得到我的声音，没有，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要给天父听到，天父看你的心。他说这个姐妹，哎呦，这个姐妹啊，她每个星期都来啊，时间又很准，每个星期都来敬拜天父，以为天父不知道，天父知道，他爱你，他一直供应给你，给你很多喜乐，很多平安。哈利路亚。在耶利米书30:12也这么说：你们要来锡安山高处歌唱，又游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的烦愁。哎呦，没有烦愁了，愁烦全部都不知道。原来敬拜是这么好的，愁烦啊、顾虑啊、问题啊、跟人家吵架、有误会，全部都要离开。阿门。哎呦，感谢主，离开了你的生命就很平安了嘛，对吗？我们在人生啊，讲真的哦。最恨的、最不喜欢的就是什么？跟人家吵架。我跟你讲啊，你跟人家吵架吵了不心情不好的嘞。我跟你讲，不管是谁，啊，在你旁边的那个也是，在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亲也是，跟你的儿女也是，跟你的老板也是，跟你的公司同事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跟一个人呢有误会、有吵架哦。有这个怎么样啊？争斗啊！我跟你讲啊，没有平安的，没有平安的。要等你把这些事情啊全部放下来，你才得着平安。这个就叫做以天连线，宣告神的话语。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原则啊，你说我干嘛要吵架？不要，我干嘛要负面的想人家？不要。全部都不要这样做，虽然有可能有人会好像刺激你啊，讲你坏话，讲这样你就不要管，因为这个是魔鬼的作用，魔鬼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攻击你，给你的心情不好，
哇，你的热火起来啊，人家领受烈火，你就热火起来了，干嘛这样啊？我就不要热火，我要烈火进来哦，啊，把这些热火全部怒火，怒火全部赶出去，那个自己发出来的那个火不好了，全部发出去，我要天上降下的烈火。等一下我们会请啊，张牧师啊，给我们今天多一点啊，我刚才领受到哦，原来烈火进来哦，那个怒火就出去，阿门。哦呦，怒火出去就有平安，阿门嘛，有喜乐，有跳舞，哇，有很多东西。当你有这种平安的时候，我跟你讲啊，神的祝福啊，那个叫做英语叫做那个spiritual portal 了、，the portal of blessing 啊，是哦，就是这个祝福的属灵的门呐、啊，马上在你家庭打开，是突然间明天了、啊，哎，为什么你的薪水又增加了，又有 commission 呐、啊，又有加这个加那个，有人家供，哎，原来你已经把这个属灵的这个祝福的天门呐、啊，那个打开了喽，所有这些黑暗的门全部要关闭离开，不可以在你家里面。我忽然间你的孩子回来，哎，妈妈，我考第一名啊，又感谢主了，我从来都没有听到啊，忽然间有这种东西，哎，真的是有的哦。有些孩子他们读每一年呢读什么书啊，都是最后忽然间祷告了啊，回来叫妈妈考第一名啊。哎呦，有一次我跟你讲啊，有一个弟兄啊，他们带着孩子来祷告啊，那孩子啊还要多几个月要考中试了嘞，中试很重要啊，对吗？他说他没有信心哦，真的没有信心。那我说不要紧，我们祷告，圣灵来充满你， Amen. 圣灵给你智慧知识，你考的时候你什么读什么都出什么。哇，他我跟你讲啊，考试完了，他第一个啊来教会做见证了、啊。他说、啊、我祷告以后啊，哇，感谢主啊，他整个学校他拿第一名呢、啊。Amen. 哎呦，没有听过的父母亲啊，他都不相信啊，这些孩子都不相信，我拿第一名啊。但是天父相信，天父相信你的孩子能够打。全学校全国家都拿第一，可以的，没有无就是难的事情啊，在天父的眼前，对吗？所以但是你要有信心，阿们吗？是，阿们。来，接下来以赛亚书58:11，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水流不绝的泉源，所以圣经所讲的那个先知所发的预言呢、啊，只是给我们一个概念。但是圣经里面说啊，这个泉源呢、啊、是不停的，一直来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在现在，在现场，在这个视频里面，你们都一直会得着这种的享受。阿妹吗？因为是你就好像必向浇灌的原子哦，是在这个 garden 里面呢、啊，那个水一直在流的哦，哇，你又不怕没有水，有时你自己种花，你没有放水，那花就掉了哈、哦，那叶子就掉下来。但是这个不用啊，这个一直是供应的，感谢主。是什么供应？我们要敬拜，要祷告，要献祭，要以天连线，阿门吗？以天连线，今晚每一个人都要以天连线，哈利路亚。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哦，当你与天连线的时候，仇敌啊都要离开你啊。阿门。哈利路亚。来，以赛亚书60:14，素来苦待你的，你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阿门。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你要称为耶和华的城，感谢主，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今晚你听了这个道，读了这个经文，包括我们今晚敬拜跳舞，仇敌都必逃离啊。哎呦，他们没有那个 address 啊，跑错 address 了去不对的地址，这个地址不属于仇敌的啊。这个你要宣告这个奉耶稣的名啊，这个我这个住在这个地址啊，不属于仇敌的，仇敌来错地址了，要离开，滚开，不要来找到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啊，不要来找到我的丈夫啊，不要找到我的太太。仇敌要滚出去。哎呦，感谢主哦，哈利路亚！一首歌叫做《仇敌滚出去》，以后有机会我们唱给你听。
还有呢，接下来哇，还有天使都来了咯。哇，你看呢，还有很多东西啊，倚天连线，天使和喜乐的聚集在一起，你们乃是来到仙山、哦、永生神的城邑、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啊、千万的天使，有名，然后你的名录在天上，诸长子、诸会所共聚的众、啊、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全全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哦、以及所洒的血，这血呢所说的亚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哈利路亚，谢主，你看啊，哇，连天使都来啊我其实我很渴慕啊，这个天使就是我每次在敬拜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很大很大的聚会，我看到啊，哇，真是千万的天使飞过。哎呦，有一次我在那个美国的时候训练的时候，这个牧师聚会训练的时候，这个晚上一万人在里面呢，这个场里面哦，哇，我在祷告，每一个人讲方言的时候，哇，拉巴沙拉巴沙沙，哇，我看到啊，那个哇，千万的天使在飞过嘞。当时我看到，我只是以为我自己看到，原来然后跟人家谈，他们都看到。哇，感谢主，原来我们敬拜的时候，虽然你现在不看到啊，但是你知道啊，有千万的天使已经在你的周围啊，保护住哦。啊，属灵征战已经开始啊，他帮忙你打那个属灵征战，因为你的祷告已经到了天堂去。倚天连线，哈利路亚。然后我们还要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的房角石。以赛亚书28:16说，所以至高主宰耶和华说，我要在西安放置一块石头做根基，是受过考验的石头，是稳固根基的宝贵房角石，信从的人必不慌张。阿们。所以我们有耶稣啊，安搁住我们。阿们。有耶稣的名，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哦，所有的都要跪拜在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在另外，然后在这个彼得前书2:6也这么说，圣经记载说，看哪、啊，我要在西安放置一块石头，是蒙拣选的，是根基，是根基房角石，是宝贵的，凡信从他的人绝不会失望。哦、感谢主，所以听了这个经文呢、啊，弟兄姐妹，你要马上鼓励你的家庭的人。或者你的孩子啊还没有信主啊，马上带他们信主。你的邻居或者你的公司的弟兄姐妹、你的朋友、你的老板啊，还没有信主但是很好的人，你就跟他分享哦，跟他讲一讲哦，怎么为什么这么重要。所以今晚呢，这个教导呢，我感觉到从圣经的角落来看呢，我们也学习了很多东西。神其实一直要鼓励我们要去跟。其他的朋友、哦、就分享耶稣的爱，哈利路亚。是的，在以赛亚书52:1说，西安啊，醒来吧，醒来吧，你当披上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你当穿上美衣，没有受割礼和不洁的人也不能再进城了。所以我们就得着能力，阿们，以天连线，我们得着能力，是阿们吗？有能力做什么事情都容易很多。Amen、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你有些弟兄姐妹有可能你是在做不同的生意，有些是投资。如果你能够相信，即使在倚天连线，你所领受的这些能力会帮忙你做生意做得成功，你就得着。Amen、我自己都有这个就是这个经历。我感觉到啊，当我接受了圣灵的时候啊，我一直倚天连线，领受到圣灵给我的那个智慧知识，而且有颠覆的能力在我身上。做什么事情啊，我感觉到我可以放松一点了、啊，不用头痛啊，不用去想这个想那个哦，又怕这个怕那个。我说不要紧，颠覆，如果你是能够的，你能够帮忙我把一切的问题都解决，真的哦，很多问题都解决，所以做事情很顺利咯。当你做事情很顺利的时候，你说你用这么烦恼，没有这么烦恼，对吗？你感觉到有天父来帮忙你，我忽然间你以为不可以批准的，哎，又批准了哦。你做的个东西好像卖不出，哎，又卖得住了哦。你看很多东西是这样的，有些人他们做，哎，好像可能没有生意，没有人来的，
做什么都没有人，但是你有没有、要依靠天父给你的能力？如果你有的话，今晚你就马上与电连接，要天父给你的能力，做什么事情，考试也好，写文章也好，唱歌也好，诗歌也好，讲道也好，分享也好，传福音也好，每样东西，当你能够与天连线，把他天父的能力浇灌在你身上，你去讲，你去做，我感觉到你做的事情就很顺利，很容易。好，那么最后呢，鼓励你们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要重新得力。阿门。以赛亚书41:31，哇，很熟悉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感谢主，弟兄姐妹，讲到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们大家都忽然间坚强起来。阿门。哇，信心也增加。哇，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了解到这个与天连接，能够宣告神的话语，原来带出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主耶稣，感谢你，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今晚都领受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文，相信主耶稣你帮忙他们，给他们记录下来，给他们能够用这个经文来彰显，用经文来分享给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来了解到原来当我们能够与天连线，我们就会得到很多的祝福、能力、信心，很多的突破、很多的释放、很多的医治。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赐福于你们，阿门，阿门。你们喜乐吗？喜乐，我们就拍拍手了哈，哈利路亚，荣耀给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哇，讲到我自己啊，都兴奋起来，兴奋起来，感觉到啊，很喜乐了，因为我感觉到很多弟兄姐妹得着祝福。当我们得着祝福的时候，哦，你整个心情就不一样了，真的是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我们都有灵魂体，对吗？当我们的灵好，我们的魂也是好啊，我们的身体也是好。感谢主，哦，感谢主，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唱一首歌。啊，对对对对。分赐，先分赐，然后詹牧师来，我们请你来分赐恩赐哦，做一些结列我江夏哦，感谢主，谢谢主。我们感恩，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台啊，这个是云端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天是开的，天是开的啊。天开啊，与天连线，天其实就是神呐、啊。我们跟神呐、啊，神是灵嘛，我们的灵跟神一连接啊啊，这个加上宣告他的话，神迹其实就发生了 ，Amen。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感恩，其实呢，这个神呢，在这个平台呢，一直都在工作。我们从这个吹号角，然后弹琴、唱歌啊、敬拜、祷告，还有这个神的话、发预言啊，神都在工作啊，已经在工作啊。因为圣经告诉我，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啊。雅各书告诉我，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我们在这个平台亲近他啊，他一定亲近我们的啊。然后呢，我们亲近他就等于抵挡魔鬼啊。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阿门，逃跑了，阿门。所以呢，这个时刻呢，我们呢啊，就是我们进一步的亲近神了。神已经工作了，恩膏已经下来了，但是呢，它会增加啊。而我们的同心的时候，我们科目的时候会增加了。请大家打开视频好不好？啊，我鼓励你们打开视频啊啊啊，视频你打开，我们可以看得见，神也可以看得见你，我们也可以看得见你，好不好？啊啊，打开，那我知道这是天开的啊，这个已经讲了，这个平台在云端，天是开的，天开呢，神呢啊，他的使者啊就会下来的，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啊。那个神下来，他可以裂天而下啊，他可以借着火，
借着火，火是他的这个火风都是他的仆役，他的使者，包括这个刚才所提的那个水啊，生命河的水啊。所以呢，你敞开这个时候，我希望你敞开啊，你敞开，举起你的手啊，举起你的手，心敞开，举起你的手啊。这个呢，我就发预言，发预言是什么呢？我就是宣告神的话。预先宣告神的话，我一宣告呢，告诉你神的灵就工作。上个星期你已经听到了啊，这个骸骨啊，枯干的骸骨都会复活。怎么恢复呢？就是要听耶和华的话，就是呢，先知要发预言，预言呢就预先宣告神的话，事情就发生了。Amen。啊，所以呢，今晚呢，我就宣告你们已经听了很多神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宣告这一些的话呢，都要发生在你的身上 ，Amen。你要领受 ，OK， 一起，让你的灵这个时刻敞开，让圣灵降下来啊，圣灵裂天而降，好像火，好像烈火下来，又带着这个风，灵风吹向我们，吹进我们里面，你的气息进到我们里面，又像这个你宝座的生命河的水涌上来，浇灌下来，进到我们里面。圣灵的火，圣灵的风，圣灵的水，圣灵的膏油，神的话，这个时刻就进到弟兄姐妹的身上。你就是渴慕啊，让圣灵工作。圣灵一进来工作的时候呢，他的火进来，光进来，黑暗就要离开啊，黑暗就要离开，光进来，黑暗就要离开。光进来可以洁净我们，可以医治我们，可以给我们新的这个动力。风吹，这个灵风吹进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气息进到我们里面。会把一切的咒诅把它吹走，一切让我们成长的这一些都要离我们而去。风吹的时候呢，要提升我们，让那个属天的风吹向我们。这个时候，属天的风气息进到我们里面。爸爸今天晚上所听的这个道，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的那个恩膏恩赐要临到我们，号角的那个恩膏，那个敬拜情一路的恩膏，情一路的恩膏，敬拜赞美舞蹈的这个恩膏。进到我们里面，预言的这个恩膏，意象的这个恩膏，话语的恩膏，能力的恩膏，进去领受。你们科目就是领受，进去科目领受。Yes， 还有一些吹号角的，我看到吹号角的恩膏， okay。 吹号角的恩膏已经进到里面了。这个弹琴的，有人在弹琴林里面弹琴的这个恩膏也进去了。圣灵高莫继续，爸爸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圣灵的果子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要接触圣灵的果子，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进到我们里面。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果子进去。圣灵的恩赐要彰显出来，恩赐。智慧言语的恩赐，知识言语的，就辨别诸灵的恩赐，方言的恩赐，方言的恩赐，讲预言的这个恩赐，信心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医病的恩赐，领受，进去领受，更多，爸爸，你要把这个，你已经把耶稣给了我们。你要把万物给我们啊！你要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给我们。我们张开我们的手，我们的心敞开的时候，爸爸，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临到我们。主啊，我们有不同的需要，奉耶稣名宣告，要进到我们里面。不管是经济也好，是聪明也好，是智慧也好，是能力也好，人际关系也好，进到我们里面，更多。更多，感谢你，圣灵的恩膏，继续，好像火，好像风，好像火水，好像膏油运行，就是领受，你心里面就是领受，
你的灵跟天上的灵，神的灵连接，连接，连接，在灵里面合一，成为一灵。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一灵一体。你就能够结出果子，会结出很多的果子。感谢主。高牧，继续领受，领受。感谢主，我看到很多人在领受。你继续，神还在工作，你就是领受圣灵，圣灵，圣灵大大的运行，圣灵甚至你的使者在我们当中运行。上个星期有人看见这个天使啊，今天晚上甚至米迦勒的天使，征战的这个天使，全信息的加百列的天使，服役的不同的天使在我们当中来运行，突破的这个天使，财富的这个天使，健康的这个天使都运行来服役来帮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主。然后在神的灵在工作的啊，他在工作，他会加强的，有的他加给你，没有的不要紧，你科目啊没感觉没什么，但是呢你在这个平台神喜悦的，神一定有给你的，只是你还没感受到，所以你继续渴慕更多更多更多，请去。感谢主，感谢主。感恩，我看到神的恩膏很强了，还在还在继续工作啊。感谢主，感谢主。好，我想呢就让他继续工作，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有一两个人可能做一点见证，然后呢我就把时间交给这个林牧师跟冯牧师了。来，有什么要做见证呢？有见证举个手，人家看得到，然后你就讲简单的几句话就好。来，不要客气，你见证呢，一方面是可以鼓励到别人，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荣耀神，神看到神又进一步祝福你的，所以你要见证。上个星期我们有大概有五个做见证，今天你还是可以做见证的有的你的不好意思不要紧，你就是简单举个手讲几句话都可以的，你的感受，你的经历，你的看见。 OK， 自己开麦，我鼓励你们做见证荣耀神，哈利路亚，Amen。 不是，我感谢上帝的恩膏和圣灵的能力。我的手，整个手一直很麻，那个好像有电流从我的手这边哇，好像那个电流在里面，这样一直在好像很强。还有觉得里面好像很热这样，好像一直在烧这样。感谢主，感谢主。来继续，这个时间是你们的哦。感谢主，我今天是超喜乐的，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那个话语都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哇，这是非常喜乐，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是刚才林牧师所说的烈火降下，我们的这个的怒气要出去，怒火出去烈火，我要吃多一点烈火进去。来来来来，姐妹。感谢主哈！刚才那个大牧师讲的时候，圣灵下来的时候，我就很喜乐，有各种的好像乐器这样，可以吹喇叭这样，又可以弹琴这样，我很喜乐哈！感谢赞美主。Amen。 感谢主哈！来，再多一个。来，我们再多一个见证来。加油！不要害羞。你的见证就是鼓励其他弟兄姐妹哦。是。来。Shirley。王牧师，我在星期一参加，你们6点到9点的聚会之后，
那个天在家里很奇妙，在早上的时候，我刚好坐在床上，面对着窗口，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黑影子，就这样在我前面闪过去。于是我赶快就第一个反应，我就开了窗口，见到一只很大只的老鹰在我前面飞过，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我通常都会听到人家讲异梦或者异象看中，但是我看到真的老鹰。但是因为当时一瞬间太快，我来不及好想拍下那张照，但是我都愣住了，真的好大只，然后它翱翔的。我知道想讲说，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给我看有特别的提示。在今天的敬拜当中，刚才恩膏下来的时候，我领受，我感受到那个恩膏在我的两只手，就在这个鹰的它的恩膏下来，我就是感到到那只鹰在我这个鳞在我身上，我开始要飞翔。感谢主，阿门，哈利路亚。好，然后呢，我也可以在这个平台有人放 chat 哦，他说敬拜时感受氛围的改变，很轻松，也很喜乐哈，在 Esther C 哦，然后说以莱莎牧师祷告的时候呢，有热流降下我身上，荣耀归于主耶稣哦。那些害羞的有时候也可以放在 chat 上面，然后呢，我们就是要这样的一种的互动，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哇，原来神呢在我们生命里呢是那么的真，对不对？哈利路亚，真不真啊，弟兄姐妹，真的话呢，你们就要。放一个手，然后就完全的归于主，好不好？这荣耀是归于主哈，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要把这荣耀完完全全的归于主。是主赐予我们的能力，是主赐予我们的聪明智慧、知识、谋略、能力，敬畏耶和华的灵，还有耶和华的灵都要时时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阿门，哈利路亚，阿门。
世上无一事能够相比，唯有耶稣满足我心，唯有你能满足我心，唯有耶稣，唯有耶稣你满足我心。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荣耀归主耶稣，阿门。好，我们现在邀请詹牧师为我们做个祝福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围坐乃约一五三情于炉先知启示敬拜的这个平台，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你，你吸引我们在这个平台，这是你天召把我们召到这个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你顾念我们的需要，你要透过这个平台，特别是借助敬，借助号角，借助这个敬拜，借助这个祷告，借助你的真理教导，甚至借助先知的这个预言，主啊，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平台，我们看到也经历到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相信主你要在我们当中做更大的事情。当我们越亲近你的时候，你就更多的亲近我们。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的灵跟你的灵要能够连接。主啊，这个跟你连接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你的话，你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你的道，主啊，出去绝不突然的返回。你帮助我们听了你的道，我们就是要默想你的道，宣告你的道，让你的道成为肉身，让我们的生命就在世人当中有真理，有恩典，有你的荣光。爸爸，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在平台上的敬拜祷告，主啊，我们所听的道，特别是我们所听的道，我们祷告，主啊，要进到我们的灵里面，进到我们的灵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经历你话语的信实，经历你话语的真实。主啊，你祝福我们，我们感恩，我们知道在这个平台上，主啊，我们懂得这个恩膏是你的，恩赐也是你的，能力是你的，一切的好处都是你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所以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懂得常常的亲近你，寻求你，主啊，我们在你里面，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缺乏。我们的生命，尤其是新的一年2022年，主啊，我们要进到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祷告你的灵，你的灵跟我们的灵能够连接。主啊，是的，我们就是与天连接。主啊，我们就是要宣告你的话，今年我们要宣告你的话，你的话一出去，主啊，绝不突然的返回，让我们的生命，今年我们的生命是更丰盛的，是得胜的，是更完全的，而且是荣耀的，能够荣神一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一起说阿们。阿们。感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三位牧师，谢谢宝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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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詹牧师，谢谢你，平安，谢谢巴斯特，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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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多多喜乐，平安，送给你们同在，阿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牧师，晚安，谢谢你们，平安，平安，拜拜，谢谢你们。谢谢，谢谢牧师，谢谢，拜拜。谢谢，拜拜，谢谢，拜拜，谢谢，拜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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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将追好，谢谢张牧师，谢谢牧师，感谢，拜拜，拜拜，拜拜。